边吃的就是皮实层多，你用肉口套吃吃，胃是嫩嫩的。吃上一碗面，用温水和面，或者稍微热一点的面团，盖上盖盖子，欣赏一阵。这些饼肉要稍微肥一点了，再把黄萝卜、南洋葱切碎。平时妈妈没爱吃啥菜，你都可以切进去，放着盆后头，加点小葱碎。按屏幕上的调料调给它味道，越热油泼给它，激发出香味。用手把馅炸均匀，面团分成一样大小的剂子，擀成薄薄的长面片，把肉馅抹着面片上面，然后按手掌的宽度一层一层的给贴上。它擀成再擀给它擀的稍微薄一点。锅后头少倒上一点油，把饼放进去，煎着金黄了翻面，多翻上两次面，没有害怕肉母会湿的，倒点水，盖给子盖上，小火焖着水干了就是了。皮薄层多，和娘娘一汤还行。